Hello， 大家好。为了感谢粉丝们的大力支持，也为了让粉丝们了解更多关于豆粕的精彩后续，我们这次呢特意准备了关于制作组的突击探班活动，让我们一起看看主创们都在忙些什么吧。这边是幻维数码动画301部，是的，是的。然后这一块基本都是导演和制片，然后豆粕的导演组是一样在那边，对，我们可以过去看一下。然后这边正好有一个美杜莎的手办，哇，好帅！还是导演组啊，然后导演的背后呢就是制片，然后我们制片组七位美女制片都坐在这边，对对对，都是小姐姐。这边是我们的美术组，然后美术组这边贴的是一些原画，免发的原画，然后这边是一些粉丝寄来的明信片和海报，都很精美，对，写的都挺满的，很真诚。然后这边正好是我们的原画师在画一些我们研发的内容，那我们美术主管也都在这边。那我们既然都到美术主管了，是不是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些年番的后续的角色啊？那我们就小小的透露一些，可以吧？介绍一下，他是一个轻药坊的房主，是一个比较类似亚飞之前的一个角色，步青鸾，新影者里面风中者的一个弟弟，就是寒月的妹妹，后面就是承接剧情的一个，也是一个小女孩，在后面是一些经典的反派老怪物。这个就感觉对眼睛没有那么友好了。在后面是大家万众期待的，猜猜这是谁？这个帅哥是风尊者，我们药老的好基友，也是后面戏份很多的一个斗尊。谢谢我们的主管，谢谢。好多都没有看到过啊！这里是我们的模型组，然后我带你看一下刚刚那些美术变成建模之后，大概是长什么？对对对对。啊，这边全是我们的建模老师，然后我们的建模主管就在那边，我们带你去看一下。好，一起看一下。嗯，对，风尊者。哇，这就是他变成三 D 之后，是，好帅呀！药老曾经也不是曾经，年少时最好的朋友。好帅，真的很帅，又多了一个老公，大家。那我们今天就非常打扰，感谢老师带我们参观。当然了，就是大家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在评论底下留言，想看什么什么的，到时候我们还是会来继续参观打扰。好的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然后最后四个字，快点更新。行，我很尽快。大家的心声。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再见。拜拜。